我今天来打个刺客啊，不是这个黑暗骑士的 PVP 啊、哦。先出来外面。来看一下打起来有什么感觉。第一次玩了、哦、不太清楚。不知道会配到什么看咱们的人。哇 ,57 级耶，这个战力高我这么多。看来是输定了。那一招会击倒哎、欸，还蛮不错的。哟、哎，他有回血、欸。到时候又有人说啊，这真的是一个你追我跑的游戏。哟，站着让我打呢哦，太有自信了吧！他是要让我吗？照这样子下去他会输耶，这一招好像可以抓人。哇，黑暗骑士的移动好快哦，他不像法师会延迟耶。这一招会晕眩吗？时间到，他让我哎、欸，竟然遇到有人要让我，还是他主管来了，没有办法玩。再来打一场，这跟我玩法师的感觉差蛮多的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。我靠，三千呢？这个是三千多的战力，六十四级耶。这个应该被他扫一下就躺了吧？哇，哎，真的哎，刚刚那招好帅哦，一个球这样喷过来，可以把它记下来，到时候可以考虑用那一招、哦。再来一场。2699，这个战力差100，58级哦，看有没有希望。诶，是游侠、哦、居然是游侠。金来照
然后败啊，血越来越少。哟，原来这一招是回血，还不错哦。看来有希望低等打赢高等。第一招还蛮强的。哎，他要被扫到了。哎，赢了！所以低等也是有机会打赢高等，他战力赢我100，先打个3场好了，有赢就好，休息一下好了。